我们在观看萤幕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背景光，避免直射光源，以免长时间观看萤幕造成眼睛不舒服。当 Epson 4K 智慧雷射电视一装好，最惊艳的就是不需要关灯就能够看得很清楚，而且画质非常良好。原本我们以为100寸眼睛看得有压力，结果完全不会，因为看得很清楚，所以眼睛其实反而是放松的，我们觉得看的是清楚又安心。